什么我总觉得前面有只苍蝇在我面前飞来飞去？对咯，怎么赶都赶不走，真烦。喂，你们在说谁是苍蝇啊？不是很明显吗？没脑的苍蝇。好过你啊，白骨精。Are you just jealous I'm the school's role model? 对呀，我们是在想为什么学校和你一样没脑，这么没条件也能做模范。你们也可以啊，下辈子。妈的，汪星宇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在做些什么？嗨，打！你们还看着什么？打，继续打，给我打，打！你们四个，跟我继续。你们四个啊，说谁先开始的？是啊，不是我。Fine， 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看一看录像片段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是我们了。罗老师，你觉得应该怎样？你们三个自动退出芭蕾舞蹈比赛。老师，出去出去！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星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啦。喂，燕乐，准备抢凯静的钱包。拜拜。想跟我斗，没那么容易。将功赎罪，陪我去看法师。